对，他在那个对正中，他在这个松山路跟这个新一路口有家莱尔便利商店的门口，他是一个摊子，他已经开很久了，而且呢，老师你看一下，这是的，啊，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春卷哎，是的，然后你看100块还干不住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不是啦，那是润笔吧？它是润笔，它润笔，也有人叫做春卷。而且呢，你看吧，而且这张100块啊，可以买2点多个这个润笔。哇，这么便宜！就是要挑战玉林哥的口技，看你考三级，你看看，考到整个大大开口，要完全塞，就是可以塞的，可以塞啊，可以让我塞一下，就是说塞快点，对，没关系。这个可以挑战吞拳头，对，满满吞拳头已经在演艺圈失传，现在就挑战吞论文。而且它里面的这个高丽菜、山菜，对，而且是它的菜都很脆很甜。它并没有因为分量变大，所以把味道稀释了，对，还是一样，跟我们吃的小润饼一样，味道是很集中很浓。对，而且在我去买的时候啊，我就看老板在那边包嘛，然后我说哇，老板你这样菜会不会包太多，已经包成一。